用电需求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这边还特别有三个高中低不同用电需求的情境来做预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整张表格里面，唯一会说到这个低于行政院讲的备用容量率会低于15%，只有在用电需求情境最高的情况下，在2025年这一年没有申奥电厂备用容量率是14.9%哦，这跟政府讲会严重缺电有非常大的落差。我们认为这个环评的结果是有问题的，那我们会希望未来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朝向的发展。那另外一个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是要求行政院立刻撤案。如果有在关心环评的朋友就会知道，其实事业主管机关跟这个本来这个所谓的开发单位，它是可以自己撤案的。那我们认为说这个申奥电厂它并没有新建的需要，因此今天我们来到行政院前面是要告诉行政院院长说，这个申奥电厂它没有必要性，我们必须要立刻撤回申奥这个案子。难道就只有投资一个1000亿的高污染的燃煤电厂才可以解决这个备用容量率的缺口吗？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的情境底下，这个备用容量率就算没有深澳燃煤电厂，也都是远远高于15%，远远高于15%的哈。所以这个没有深澳燃煤电厂会缺电，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事情，这个是非常卸责的，不去思考能源转型底下，在2025年应该有什么新的能源的规划。针对现在大家很担心这个中部的这个燃煤电厂发电来东北部用电，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回应中部现在减煤的诉求，让中部把燃煤电厂的发电量减少下来，增加这个天然气跟再生能源的发电量，才是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如果到时候从中部供应上来这个少量的电，其实都是再生能源的电，大家也就不会去担心说这好像会影响到在台湾其他这个居民的费用。未来这个空污的影响范围不只是北北基地区而已，还包括可能会有桃园、新竹跟宜兰地区。那这些县市的居民，他们有知的权利吗？请问这个电厂的案子，他有跟这些人居民来去沟通吗？以燃煤发电它每度电的单位碳排放量去看的话，它就是天然气的将近2倍，更是再生能源的19倍以上。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包含台湾，其实也应该要积极去做，去想办法去淘汰燃煤发电才对。我们都知道，政府有一个能源政策的规划，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燃煤发电占比要降到30%。可是，在同一时间，我们却规划这一座深澳燃煤电厂，它也是要在2025年的时候开始运转。我们看到的是政府在政策口号上和它实际作为上的差异。刚刚绿盟的伙伴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深澳燃煤电厂，它究竟在能源规划上是缺乏正当性的。而且，其实我们在绿色平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发布了一份针对北北基的民众，针对这座深澳燃煤电厂的民调。我们看到的是，有超过75%的民众，他们是反对去建置这座深澳燃煤电厂的，而且他们最大的考量就是健康的冲击，再来则是碳排还有生态的疑虑。在2016年的1月，我们都参加了公听会，全民反对。等到过了1年半，我们才看报纸才知道说，台电说我们居民全部都支持。这里的居民很多是有渔民，他们平常在海上，他们有办法参与公共事务吗？他们一出海就可能10几20天，他们有办法跟我们一样现在站出来去跟政府说，你们怎么是这样子决定的呢？政府不要说小孩，我们的孩子没有决定他生长的地方。我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老师，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认为我们有义务要保护小孩子的健康，让他平安长大。珊瑚都是现在都还保留住，很天然的。那大家都知道，珊瑚要长大是很难的，你要长到一颗这样十几公尺的，那个170公分啊的珊瑚，需要很多年，你要长很难。可是当要破坏它，是非常非常的快。这个是台电他们自己所报告的哈。你看到红色的部分，这个都是珊瑚礁群，啊，很漂亮的珊瑚礁，啊，那他们既然在这个珊瑚礁群，啊，很天然的珊瑚礁群上面要盖了两座，啊，海堤，那真的是就对整个啊环境的跟海域的影响是相当的大。这个数字呢，是我们昨天晚上做板子的时候的这个数字，但目前早上最新的数字是已经突破了54000人了吼。那我们相信已经有这么多50000多人的居民在关心这件事情，那我要请处长把我们的讯息带回去。我会把各位的诉求啊转给长官。好，谢谢大家，大家辛苦啊，谢谢。好，处长。撤回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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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环评程序部分，我们也认为有非常多的瑕疵，包括这个开发案事实上内容就跟22年前的比较，它已经有许多的变更。我们认为说，应该是已经不是同一个案件，应该当新案处理，而不是用12年前的环评在借尸还魂。把环评法施行细则的38条第一项第四款，计划变更各影响范围内的生活、自然、社会环境或保护对象有加重影响之余者，应就变更部分重办环评。但是这个案子，它的海域设施本来不是在深澳湾，后来调整到深澳湾。它对深澳湾本身的原生物的生存条件和组成显然是有加重影响之余，那这个部分也是当初方案二表决提案时候所写采的一个理由，所以方案二我们认为8个委员投票也都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确实是有考虑到加重影响的状况。那同一个法条的同一条项的第五款，它是说对环境品质之维护有不利影响者，那这个的规定跟第四款事实上是有一点点差别。第四款有讲计划变更，第五款没有讲计划变更，所以我们认为从文艺解释上，事实上38条适应细则38条第一项第五款是有可能解释成，只要对环境品质之维护有不利影响者，就算没有较前案更加的不利，也是有可能是要重新环评的。当天的附带决议去要求说，经济部要提出能源的一个路径，也就是说，深澳这个开发案在通过的当下，事实上政府根本就没有把我们台湾未来能源的需求到底有没有需要这些开发案，把它讲得清楚。甚至到今天我看小浩的新闻，经济部到今天都还没有能力去说明。那我们认为这个事实上是这样的通过的环评，我们认为是有瑕疵的。但是我们非常希望应该由行政院站出来，不要躲在环评背后，因为所有的官派委员事实上如果他们是听政府的意见，那最终该负责就是行政院，也只有行政院最有能力迅速的解决这个争议。